看讲义，我们看附录45页。那在这贝兰呢，弘一大师有做一个戒体章名相别卡，把经论上所讲的一些名相啊，现在我们要谈到这个戒体三宗十法中假名中呢部派思想的不同，所以先了解这个业性这个部派呢主张不同的观念，先了解一下。因为受戒呢它也是属于造业这个善恶业呢在经论上它的解释啊有部派不同的主张啊。我们看一下45页，看业是造作的意思，就造作身口意啊，造作善，造作恶，或是无忌，那这个是叫做业啊。我们说业啊，业果的理论呢，我们第一个学法就是要学这个，一切都是有业果的，你所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啊。你不要说没有人看到，你所造作的一定留下痕迹。那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这个善恶这个痕迹一定感召未来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善性恶性啊必感到未来呢痛苦跟快乐的果报，所以叫做业因啊，就是你的因地啊，你造的是善，那你未来的果啊果报啊就会得到快乐啊，升天呐、当人呐、或是呢得到呢无漏的果报啊。所以过去为树业，现在为现业啊，过去造的业啊，今天我们得到人生呐 那恶鬼啊、地狱啊、畜生道啊，他们过去造的业，今天他们会受到这些苦的果报啊。所以这是一切都是有因果的啊。所以这个业这个树业呢是真的是有因缘果报的，有三世因果的。那所以业这边又讲了有两种业体。第一个直指这个身口，第二个是指心，有意业私心所。那这个身口的动作，比如说身的取舍屈身造作，这个身业，口讲出声音屈取造作，这叫语业那这个身业呢，你看到有形色，所以有部啊它以形色为体。那口业啊也是你的身体啊那这个在俱舍论里面它以呢这种身口的造作呢是正感召你未来果报益受因呢，这是实业他们的主张是呢，这个身口的造作才是感召未来善乐果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意业私心所还不是这在有部里面呢有这个看法好。再看第二个，私心所的造作呢，
他认为是心，因为你的身业啊，动作身一定要思心所去发动，所以是身业思。这个身业呢，是动作一定要有一个思心所，就是你的第六意识要去发动，你的身体才会动的。所以筋部呢，它就是以动身业的思心所为体啊。刚才你的身体在动，其实是你先发动你的思心所，你的心要先照做啊，不然它不会动的。你的嘴巴要动，口业啊、语业啊，也是动其语之思，那它才会动。所以发语思啊，才是你的体啊。那意业呢，你胡思乱想，在那边想啊，动作你的意业，那这个是所谓的意业，就是意业啊。那这个意业呢，有部呢是以思心所为体，就是你这个意业啊。筋部呢是指说有审律师还有决定师啊，那才为体。所以在大乘法相里面啊，这个具色是属于小乘的。那大乘法相是以第二种，就是以思心所呢，现行的心思所，其实心所呢，你正发动你的身口的时候呢，这意业也会感召未来的果报，这个才是真正的实业。那你刚才看到的身口啊，那第一种呢，身口那个是假业。换句话说，大圣呢，他反而很重视意业的，是你的私心所呢再去感召善恶业，但是那当然要发表在身口上，身口只是一个假业啊。这样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注意啊，因为这个样子的角度呢，到最后呢，你去受戒、学戒、持戒、判罪、犯罪，轻重会不一样啊，轻重会不一样，因为从这边开始呢去分的。好，再看十业道，小圣具色呢，他身口身与二业的啊，这杀盗淫啊，两舌二口其意妄语啊，啊，那这个七支啊，身口七支，它是业为业，业呢是身业跟语业，它当体自体就是业，它就在造业啦，啊，而且呢为业之道，这个身口七支啊为业之道，就是思心所所有旅的地方啊，思心所也会到这个地方啊，杀盗淫啊，啊，这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啊，他也会游行到这边，那这样他就会造作善恶了。那意业呢，贪嗔痴这三支啊，他只是业之道，可是他自体不是业啊，这贪嗔痴呢，这个意业呢，所以你看这个具色论，他认为呢，这个意业他只是啊思心所呢，他游行的地方而已啊，他当体呢不是业，业是会感召未来的果报啊，所以具色他认为是说，你在那边胡思乱想呢，那只是一个思心所而已啊，啊。你没有真正去造作身口呢，不会去感召未来的果报啊，啊，那所以纪律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没有变成身口的动作，那不会去犯戒的啊，你心里在那边胡思乱想呢，不结罪的，不结业的啊，不结业，那也没有犯戒的啊，你要变成身口才会结业，乃至还才会犯戒啊。所以具色小圣呢，我们现在讲有部啊，或是想十法中，他们的角度就是在这边啊，
因为呢，牲口才是最重要的。异业呢，它只是游行的地方而已，它不当体，它不会未来感召未来的善恶业啊。啊，所以他认为呢，啊，这个在有部里面呢，他认为说啊，异业不是戒，因为呢，你如果没有离开欲望欲界的众生啊，那他们都有不善的异业啊，啊。这个我们呢，比如说我们的淫欲心还没有断掉，那你还是会起心动念的时候，那岂不是就犯戒了吗？那这样怎么可以啊？所以你要动身口才会犯戒啊，要有这个设法才会犯戒啊。所以有部啊具色呢，他们就是重视在设法，你没有去动身口，那怎么会叫犯戒呢？啊，所以异业非戒啊，所以这是从这边来的。嗯，好，再看大圣法相。大圣法相认为十支啊，十支当体就是业，当体就是业，就是可以感召未来的善恶那个苦乐的果报啊。啊，当体就是后来会感召苦乐的果报，会有一手果啊，而且也是业之道。你的身口业那个私心所会去那边去动你的牲口，可是贪嗔痴呢，当体呢，你的贪嗔痴也是业，未来也可以感召一手果报。那大圣呢讲这个有什么根据吗？有啊，你有神通，这你看呢很简单的，有一个仙人呢 啊这个他有一个很庄严很美丽的一个侍者帮他服务，这住在山上呢，这仙人他离欲了，他没有，他有神通，他修禅定啊。结果国王呢看到这个女众呢，就要他回去啊服侍国王。这仙人说我只有这个侍者啊，你找别人，国王就不要。这个仙人说这样我会生气的，国王说不管了 啊就把他带走了。这个仙人呢就告诉这个女众，你就念我的名字啊，你念我的名字，我要把这个国家来灭掉。所以他就用神通呢下了一场呢，下了一场呢石头雨，通通是石头，这个国家啊就被灭掉了。这个女众呢念这个仙人的名字，他就没有死掉了。这个异业呢是现神通，这个神通呢是用异业来现的，所以可见异业感召造作这个善恶，感召未来的果报是可以了。这个仙人当然到最后，你杀那么多人，当然要受果报了。嗯，你看这个圣道飞翔，飞飞翔出天的那个世尊的老师啊，啊，玉陀南府啊，啊，那个。那个仙人啊，他起一个念头来说，我在入禅定要修行呢，这个鱼游泳，那个声音跳来跳去，鸟在叫，天空在飞的，都在吵，以后我把你们都杀死。他起一个念头，我要把你们杀死。天空飞的，水中游的，地上爬的，都在吵闹我修禅定，我要把你们杀死。这是异业哦，他还没有去杀呢。这异业呢，他有禅定的人，他升到飞翔，飞翔出天啊，天的寿命尽了以后，堕落就变成一只飞狐狸了。这个异业呢，让他呢变成飞狐狸呢，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爬的，通通杀。所以大圣讲啊，
你的意业也会感召未来的果报。哇，这个很严重，所以你在胡思乱想很严重啊。所以为什么要讲对字？为什么要讲受戒？就是我刚才那个意业呢，我再把它对字，同样它会感召，对不对？那一样啊，我意业我对字我忏悔吗？那前面都没有了，因为意业一念的善，好像呢千年暗示呢，我只要起一个善念，那放大光明，那就破掉了。那你如果通通是在胡思乱想，你都没有对字，那这个意业就是千年的暗示了，你就会胡思乱想啊，去造业，你就会落入那个境界了。胡思乱想到最后会精神错乱啊，对不对？可是他一念的啊，对啊，这是幻想而已啊，他就醒过来了。所以一念的忏悔，一念的受戒，一念的向上，那也会破千年的暗示啊。一样是念头而已啊，所以念头会改变的。所以大乘法相呢，他是讲说呢，意业也是业，也是业之道，它当体就是业。你不能说你在实心所它不能够感召未来的果报，还是可以的。你看神通，所以其实未来的果报反而是意业是最大的，因为意业去发动你的身口啊，身口只是一个工具啊，啊，所以这个陈实论呢，他也是站在这个角度，可是他不完全，他不是完全的大圣啊。可是大圣呢，是完全的，是私心所一定是可以呢去结业的啊。我用意念呢，啊，我用意念呢去造罪了啊，我持咒啊，持恶咒啊，持恶咒就可以去杀人了。啊，所以不是意念吗？意念就可以去杀人了啊！所以你看科学家、啊、科学小说啊，啊，这个科幻的电影啊，啊，人家他们讲呢，苏联也有一些做一些神通啊，啊，这个用这个用神通力啊，啊，去呢到远方的去改变啊，或是呢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用意业啊，所以意业也可以去造作啊，它也有善恶以后的结苦乐的果报。好，再看，所以小圣俱舍呢，它立身与恶业为实业体，就身口恶业，它才是实实在在的业体呀。啊，那这个意业呢，是思及业。意业就是你在思维当下那个就是业，那身与恶业呢，是你想了以后，思想了以后它的业啊。那三业是由思而等起，那这是专就呢能够等起的业的因体而言，能够等起的因体而言，那个意业呢，在俱舍来看呢，它是约等起来看，那当然意业是一个因啊，是一个原因啊，但是实实在在的身口才是感召未来果报的业体啊，他还是不认为是意业。他虽然也同意意业是发动身口的，他当然也同意啊，可是他不认为意业呢有那么呢啊大的力量会感召身口，感召未来的果报。未来果报一定要你动身口才会实实在在会结那个善恶业啊，所以这是小圣俱舍的理论。翻过来46页，你了解这个，原来在经论里面其实就是有这个角度不同啊，在受完戒以后你持戒学戒也有这个不同啊。有些人说这有什么不同，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我们比丘就比较知道了，真的是不同啊！一般人学这个他不了解的，但是我们学这个才知道真的是不同，学这个是很有用的啊，否则你去参学你就完蛋了，因为你都不懂。好，再看，
那大乘法相呢，它是讲三业分假实，身口意呢，身与意呢，啊，大乘法相他认为啦，你现在看到的有两种，一个是叫假法，一个叫实法。假法呢，你的身业啊，你在取舍屈身啊，拿东西啊，弯腰啊，站起来啊，这个是一个表色，那表色是属于色法，这个色法这是无记性，你这个身体是无记性的，你这个果报体，你说男众看到女众，你说男女一定相吸，错了，男众跟女众本身是一个无记性，这个果报体啊，它是无记性的，男众跟女众是一样的无记性。你说阴阳会相吸，错了，这是心，他认为我是男众，他认为他是女众，他的心呢去造作了男众爱女众，他产生欲望了，这是心的欲望的去造作，根本跟男众女众没有关系。所以为什么现在会有男众爱男众同性恋，女众爱女众，表示他的心转变嘛，所以跟报体没有关系，跟心有关系，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无记性，所以不立此为业体。那你的这样的话呢，身业怎么会去，它是一个无记性，它怎么会去感召未来的果报，未来的果报是要善恶啊才会感召啊，无记性不会啊，所以它是假法。那实法呢，等一下讲，语业也是这样，你讲话声音那是属于身处，这也是无记性啊，啊，所以不立这个为业体，就是不是他以后会感召果报的一个主要的啊业性，他不会的，他是一个无记性啊，啊，他还有实法。那意业呢，本身就是实法。那什么是实法？身与业的实法呢，其实就是意识相应的思心所。这思心所呢，这个思有三种，他讲第一个省律师，第二个决定师，第三动发圣师。这个意业的体呢，就是指这个省律师跟决定师，你要发动身与业，身与业的时候，身口的时候，你要先审查考虑，然后再决定再发动，这审查考虑到最后以后决定了要发动了，这就是你在思维了，这时候就是你的意业的体了。那等到你发动，正发动身口的时候，正在动作善恶事的时候呢，你在造作身口的时候，这时候还是有思心手在里面呢、啊，不然你的手举不起来的，你嘴巴不会讲话的，它当中都一定有身口当中一定有思心所，所以你在动发你的身口的时候，那个思心所呢，看起来取这两个叫做身业跟语业啊，其实啊里面都，所以在大乘都讲身业思语业思啊，它都加一个思，身业不是只有身业，因为身业是无记性啊，一定有一个身业思语业思嘛。什么叫思？思是一个思心心所的法名，就是使心去造作，它会产生一个作用，这叫思心所。所以据社论讲，思就是能令心去造作啊。唯识学讲，令心造作为性，于善品心为业啊。那这个为业就是以后你会感召一个果报了啊。那你如果善品的心，善品的心所，以后你就感召善良的果报，快乐的果报啊。好，所以这个是经论的角度，它侧重的不同啊。再来看五表色，三中五表色，
在经论里面呢，聚色论、诚实论还有大圣法相，就是唯识啊，他讲的表色呢、无表色，其实内容不大一样的。小圣呢，聚色的讲是受戒的时候，我们用身口表达来受戒，那你身口是四大的假设啊，这假设你去受戒，受戒呢完了以后有一个防非止恶的功能，那所以啊，我们叫做戒体。这个戒体呢，你在外向看不明显，这戒体比丘戒在哪里啊？摸不到，看不到啊，所以叫做无表色。又为身内的地水火风四大所生出来，可是既然看不到摸不到，为什么叫做色法呢？色法应该本身定义是有形质的，看得到摸得到的，既然看不到摸得到，为什么又叫做色法？因为它是由受戒地水火风去受戒产生的，地水火风是色法啊，那它当然没有物质，没有障碍，可是它是由受戒的口请师身礼拜去造作的色法产生，所以啊，现在虽然看不到了，叫做无表色，但是啊，还是属于色法。所以聚色论的理论是这样。再来，再看一下小圣那个诚实论啊，诚实论认为说这个不是色，因为它应该有心啊，因为你摸不到看不到，所以不等于色，所以没有执爱的性质啊跟作用，所以不是色。那也不是心，不是色法就是心法啦。可是小那个诚实论认为说也不是心法，因为心有善恶无忌啊，可是这个呢受了戒以后它是纯善，而且它没有缘虑的作用，它不会再思想了，所以不是心，它跟心也不一样。那大圣法相呢，他认为啊，受戒是用第六意识四心所去发动的，发动那个势力啊，你才去会口请师身礼拜意观想啊，而且啊，你受完戒以后，你就会呢在第八拉也是当中熏起成为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啊有防非止恶的功能，所以叫做戒体。这个种子在第八拉也是里面，所以你看不到摸不到，在外向没有表示，所以叫做无表色啊，假名为色，因为它是假借受戒来得到的，叫做无，就是叫做色法。但是呢，实上呢，在法相唯识来看，它正是心法。在法相来看呢，其实你的作戒体跟无作戒体都是心法，你没有第六意识去发动，怎么会有身口啊？其实都是心法啊。那三种无表色，再看律语无表色。律语无表色，依受这个善戒的表业而发，然后呢，或是依禅定来发，或是依无漏智慧来发，发出来的，你在禅定当中，或是你是圣人了，得到圣人的智慧了，或是你得到五戒、八关斋戒、比丘、比丘尼戒了。那你得到这个律语了，或是你得到定供戒了，得到禅定了，得到呢无漏戒了，道供戒了，也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它本身有防非止恶的功能。你入定的时候，你得到无漏智慧的时候，别解脱戒或是定供戒、道供戒的时候，那你都会有防非止恶的功能，所以叫律语的无表色啊。那不利于的无表色呢，就是不利于就是恶法啦，你杀生偷盗啊，那你都要杀生偷盗，你当小偷，你当猎人啊，那你就是防止善法有这个作用力了，那就是恶法，那你也有一个无表色在里面。除了这两种以外，叫做非利于非不利于无表色，它不是依善戒，也不是依恶戒，依其他的善恶业产生的啊，那这个是善恶的表业，它没有生出一个无表色。
好，翻过来48页。所以表色啊，表色就是表现出来啊，表现出来它的善性恶性一个功能，这叫表色。我看到你在口请师生礼拜啊合掌恭敬的时候，你表现出来哎很恭敬，那这个是一个善法。我看到你呢拿刀拿枪拿剑要杀这个野兽，要杀动物啊，要杀人啊，我看到你表现出来是一个恐怖分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恶业，恶的戒，恶的性啊。那这个唯有成业道为感召未来一手果，那就是一个一手因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如果表现出来的时候，表现出业道的时候，就是你现出身口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会为你，只要一拿刀一拿枪准备要杀的时候，这个身口一表现出来，未来就会感召一手果报，就是苦乐的啊果报了啊。你如果是合掌恭敬很虔诚的拿花香供养佛啊，这个动作一表现出来，未来就会感召一手的果报了。所以表色呢，它一显露出善恶的时候，它的业性一表现出来，未来就会感召一手的果报。那无表色呢，就是无表业的功能。无表色它也可以第一个成业道，也可以感召未来的一手果报。成业道，业道就是会感召苦乐一手啊，一手的果报啊。那无表色呢，另外呢，我们如果讲无表色，它还会有一个功能，有防非止恶的功能，在约受戒来看。所以刚才我们讲啊，这个防非止恶的功能呢，没有舍戒的时候呢，这个功能都会存在，你都持戒学戒，它会念念增长。如果你舍戒的时候呢，你只是失掉防非止恶的功能，你不会失掉感召一手果报的功能，你不会失掉五分法身的功德，你不会失掉我是师长的，我有这个恩德啊，你不会失掉的。你不要说舍戒了什么都没有了啊，纵然这个人舍戒啊，他以前当比丘，他当比丘尼，他还是有持戒的功德，那还是存在的啊，不因为他今天舍戒了什么都没有了，不会啊。你今天持五戒，你持八关斋戒啊，你明天舍戒了，你前面所持戒的功德都还在啊，不会消失的啊。你只是舍掉了你以后再升起它防非止恶功能罢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啊。因为你还是持戒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个业道，持戒的业道表现在身口上呢，那个永远不会消失啊。啊，好，那这个在经论上的主要的观点不一样，所以产生呢，我们在学戒持戒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看法不同。好，我们再看16页。再看丙二戒体三宗，现在我们就正式讲解，在受戒得到戒体防非止恶的功能呢，那你呢也有三个角度不同来看待我们呢整个戒法。所以这个有三个理论，道宣律师把它归纳为：第一个施法宗，第二个假名宗，第三个原教宗。那这个我们先讲为什么他要这样分析啊，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为什么要这样子归纳，主要的目的在说明三项。第一个，我们凡夫啊，由造因感果而来生死流转，我们呢看到这个
业力的啊，这整个流转啊，都是善恶啊，因果啊，啊，在那边流转。那现在我们来学佛了，学戒了，我们透过戒律的修正，我们在持戒、受戒、学戒当中来对治自己的贪嗔痴，这个整个过程啊，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受戒？受了戒以后又有什么好处，让我呢啊感到好的果报呢？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它的原理啊，到底是要怎么样归纳？我为什么要受戒？我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不受戒，我也可以做善事、做好事就好啦。啊，我不受戒，那我也可以去啊，这个修行啊，啊，我不一定要受戒才可以修行吧？那你要一定要受戒，那这个在万法当中如果分类定位，比如说我现在受了戒跟没有受戒有什么不同啊？不同的差别在哪边？这个在万法当中它是怎么归类的？万法当中就是经论所讲的，它是怎么归类的？它有什么体性？未来会感召怎么样？有什么特别吗？啊，那个这个戒法的意义呢，这边才会显露出来。然后你现在学的戒，学的是四分律，这个四分律它的定位在哪里呀？所以为什么会讲到大圣小圣，就是它的定位在哪里？我受了这个戒，定位在哪里啊？五戒是什么啊？比丘戒是什么啊？为什么还有菩萨戒？它的定位归去在哪里？那这个就是要分析它了。为什么要讲这个戒体理论？第二个，那这样分析解释啊，有不同的角度跟派别，那他们的主张的差异在哪里？这个差异呢，用在我们持戒修行，用在我们犯戒判罪有什么不同？你如果不懂的话呢，你要持戒，你刚才讲你那个角度不一样啊，啊，你要判罪的角度也不一样啊。你在南传跟在北传乃至藏传，有时候持戒的角度不一样，判罪的角度也不一样，因为你那个分析解释的主张是不同。你如果没有戒体理论的观念的话，你就呢会很迷惑了啊。我们刚才讲重视身口的，也是重视意业的，这不同啊啊！你就像呢讲比较简单的，这个南传的比丘啊，南传的角度呢，没有规定的戒条，没有规定的就可以了啊。有规定的当然不可以啊，没有规定的呢，没有规定的就没有规定就没有了，就没关系啊，没有规定就没有关系。有没有规定抽烟戒？有没有抽烟戒？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就没有关系啊。所以南传比丘你看也有些抽烟的，因为没有关系啊，这居士你就可以看到当场供养他们烟，吃饭了以后然后就抽烟了。抽烟不是比丘去买的，都是居士供养的，因为没有这一条戒啊。啊，这个主张持戒的角度啊，因为你要表现出来在戒相当中没有这条戒啊。啊，但是呢，约我们北传来看呢，没有的不是没有，没有表现出来，你要用意业，要用心呢去想它，这样对不对？
这样若不对，你也不可以做。啊，所以，抽烟也不对啊，抽烟当然也不威仪啊，也没有引起什么善法、啊，也不健康啊，也妨碍空气污染啊，这不对，不可以抽。啊，你就像呢，这个犯戒判罪也是一样，这个做戒末法也是一样。你看南传的受戒做结某啊，受戒做结某呢，这个居士都可以在旁边啊，倒茶、啊、在旁边啊，我们说南传戒了，哎，奇怪了，居士怎么会在旁边？你问他们说啊，戒法只有规定沙弥不可以啊，没有讲居士啊，真的是这样啊！我在缅甸还特别问恰米禅师，他说：“对啊，戒法只规定沙弥不可以啊，沙弥不可以参加结某啊，没有规定居士不可以啊。”这我也傻眼了，所以说没有规定的就没有关系啊，所以。沙弥不可以参加结某，但是没有规定居士啊，所以居士来倒茶，来咱们旁边听没有关系啊。说南传戒都是这样，在北传说沙弥都不可以了，居士怎么可以？沙弥都不可以来听戒了，都不来参加结某了，居士怎么可以？全部离开？哎，完全不一样啊。你在持戒学戒的角度，这个派别不一样，那角度解释不一样。所以你看，有些重牲口的，有些人会牵涉到意业的不同，确实是有这个差别。你看旧人，我们在戒相里面看旧人，啊，这升起率，啊。升起率很严格的，这比丘看到女众落水要救人，这升起率呢，啊，要拿棍子给他，啊，或是呢，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不能摸触，啊，摸触呢就犯罪了，你起一个念头，啊，这个有染心，啊，那就犯罪了，那这样不要救呢？随其业报，亦复善哉。升起力这样子讲的，但是十诵力跟四分力呢？十诵力跟四分力，他讲，看到女众掉水了，那你去救她。如果呢，摸到身体了，起了欲心，但左一处不可以再移动了。啊，不可再移动了，上岸了以后那就放下，这样没有罪，意思要去救人。纵然你有起欲心啊，可是呢不要动啊，上岸以后就放掉，没有罪啊。斯芬利讲从远思觉啊，就第二念头纵然有欲心柔软细滑，第二念头对自然不对，这是假的，没有罪。我们说柔软细滑本身不是犯罪，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柔软细滑，但是我们贪染那个感觉执着才犯罪。现在我第二个念头，哎，这不对，柔软细滑不可以贪啊，这不敬的，对治它，或者是虚幻的，哎，第二个念头正确了，你就不会有罪了，我不会贪了。你知道柔软细滑，有时候不小心摸到了男女众，没有罪。为什么？柔软细滑本身没有罪，是我一直在意念执着爱取有才有罪。受触受触受受，你本身还没有造业啊，还没有
还没有罪，爱取有才有罪啊。现在我不爱不取不执着有，我就没有罪了。所以十送律呢，十分律呢，他讲你去救，那你不要爱啊，乃至有一个念头出来，你不要再动了，没有罪。所以你在持戒呢，乃至判罪的时候，这角度不同啊。你在律相上看，可以看出来不一样，因为本身呢，你的定位和还有你的经论的一些要求角度，熏习的学习的那个目标有时候不大一样啊。好，再看第三，我们大家呢应该来受戒持戒，努力三学身上，闻思修正，以不虚此生。那你呢、啊？因为要离苦得乐，才来受戒持戒，修戒定慧要来断烦恼。那我们学这个戒体理论呢、啊？道宣律师把它分成十法中、假名中、圆教中，其实就包括大小圣经论学习的目标，得到果位的不同了。你应该从这边去得到什么启示？我一样在持戒修学，那我要得到什么样的果位？我要离苦得乐到什么样的地方？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同样是在持戒哦，所以你要从这边去了解。好，第一个，那在结盟书里面，耶稣呢，他三宗的戒体理论相状，我们现在就简单来说明啊。所以整个戒体理论其实分析呢，就是要你要往这三个方向去了解，它会牵涉到这里。那第一个十法宗，十法宗呢，他主张我空法有。那是萨婆多论啊，又叫多宗有宗，是根据萨婆多论、俱舍论、夹心论等啊。道宣律师呢，根据他们那这样的经论呢来说明啊，说作戒体跟无作戒体的相状，他们都主张是色法同归色法这一类。所以这一个经论呢，他们的角度啊，主张呢，我们受戒持戒呢，在修行的时候呢，只要防护身口七支，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动作身口恶业的设法去受戒的，那你要去犯戒，也要动作身口恶业啊，那这样才会构成犯戒的缘方便啊。所以这个十法中呢，是当分的小圣教，就重视身口。重视身口不是不好啊，意思是说你要警惕啊，你表现在身口你就犯罪了啊。那一般我们凡夫呢，他的理论是认为说，凡夫你欲界的众生，你不能够一次要求他呢，说意念就会起心动念就犯罪了，这怎么能够修啊？说意念没有罪，没有戒，没有罪的。所以他的角度是在这边，就是先在这边起修啊。所以他主张这个作戒体啊，具有身口业，一切身口业是色性，因四大照顾。因为是四大地水火风，是看得到、看得到、摸得到的，是有形爱的，所以是色法。所以能造的是色法，所造的也是色。所造就是你去得到一个戒了，得到一个戒有一个功能的。那它从因位来看，所以从因地上来看是四大是色法，所以通通是色法啊。所以作戒跟无作戒都色法。那作戒呢是色身。色就是你的身体去礼拜，身就是口请师起戒了，你要有声音，有礼拜，那这两个色尘跟身尘啊，那以方便的身色来作为体
啊，来作为体，就是你要动转你的身体啊，那你要嘴巴要讲话，那这个方便去动转，产生色法跟色尘跟生尘，那这个就是你的作界体。那无作界呢，是法入中色啊，啊，名为假色啊。那这个色法有两种，一个叫本报色，一个叫方便色。本报色就是四大，它的本来的报体就是地水火风。方便就是去动作造作，运动造作啊，方便色。那作戒体呢，不是本报色，是你要到戒坛啊，受五戒呢，口请师身礼拜，那你要动作这个方便，不是你有这个身体就可以得戒了，哦，你要去登坛受戒才可以得戒。那无作戒体呢，不是非恶色啊，这个唯是方便啊，以身非报法故也啊。那这个非恶色就是无作戒体呢，非本报色，非方便色，非本报色，也不是方便色，以从作戒体故。无作戒体因为它不用再造作了，所以它说不是方便色啊。那作戒体呢，既非报是方便，因为作戒体呢是这个方便色法，它方便动转身礼拜叩请师，那方便动转了结束了以后才得到无作戒体，所以啊已经结束了，所以知道呢明知啊无作非方便色，那无作也当然也不是本报色，所以非恶色，它不是呢方便，不是本报色。好，看表解18页，多宗的戒体。十法中呢，认为作戒体、无作戒体都是有为法。第一个，因为他们假借因缘构造。什么叫有为法？有造作的，有因缘的，有生住意灭的啊。那这个叫做有为法，我们都在有为法当中，我们凡夫啊，那一定要从有为法当中去修到无为法，断掉了这个生住意灭了，断掉生灭法了，所以它本身不是无为法。第二个，这个万法呢，万法怎么归类？万法当中我们先归类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是生灭法，无为法是不生不灭法，就圣人之法。那凡夫之法呢，都是在有为法当中。好，有为法当中我们在归类，有为法当中呢在归类，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那我们受了戒以后，作戒体跟无作戒体通通是属于色法，有为法当中的色法啊。所以这个在俱舍论、萨婆多论这些呢，他认为第三个有为法它分成三种，色法、心法，这是两个最主要的，那还有一个非色非心法。那这个色法啊，有11个法啊，有哪11个法？五根、五色跟无作戒体。五根，眼耳鼻舌身；五尘，色身香味触，这样就10个了。再加上一个无作，就是再加上一个无表色，无表色，那一共11个法。所以色法有11个啊，五根、五尘，再加上一个无表色，所以一共有11个法。这11个法再分成可见有对色，不可见有对色，不可见无对色啊。这个可见有对，可以看到的青黄赤白黑，这个色尘，我们
看到你在作戒的时候生礼拜，看到了，所以作戒体是可以看到的。那你的根跟尘相对，这叫做有对。你的眼根对着色尘，这个叫做有对。那第二个不可见有对色呢，看不到，可是可以相对听得到，所以声香味触。这个尘呢，这四个尘啊，眼对啊，色耳闻声啊，啊，那这个不可见有对色是指口听到你的声音了，口讲出声音了，听到了，那你有声尘，所以不可见有对色。第三个不可见无对色，如过去的色法属于法尘之一啊，啊，那或叫无表色，不可见无对色就是指这个无作戒体，它是属于无表色，因为过去它是属于过去色法产生的啊，可是不可以见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对到相对到了，所以叫做不可见无对色了。所以作戒体呢跟无作戒体都是属于色法啊，作戒体有两种啊，它是可见有对色还有不可见有对色，这两种它都有。那无作戒体就是属于不可见无对色，怎么样的分啊？那有为法呢，还有心法跟非色非心法啊。好，那色法我们再分本报色跟方便色。本报色就是四大假合的报体，方便动转啦、啊、那这是运动造作啊，这叫方便色。那作戒体是属于方便色，作戒体啊，那不是本报色。无作戒体这两个都不是啊。那万法当中色法我们就把它归类了。那你去造作呢，有善恶无忌，善恶无忌万法当中，你受了戒以后是属于什么，属于什么性质呢？是属于善法。因为作戒体啊跟无作戒体通通是善，当体就是戒善。因为你去僧侣拜空行师，你要止恶修善，不杀生不偷盗啊，所以它本身就是善法，它不是恶法也不是无忌法。在一步一步的哦，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哦、万法当中要归类的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里面再分色法心法，既然是色法，色法里面又是什么色啊？那它有什么善恶无忌，善善到哪边。好，再看第六善，作戒体呢从始到终皆是善，受戒得道也称戒善，不同于未受的十善，没有受戒的十善，十善法没有受戒的十善法，就是一般的慈善啊。那这个作戒体跟无作戒体都是善法了啊。这个无作戒体当体就是善，你应该再加一句啊啊，而无作戒体当体就是戒善啊。就这两个都是善啊，所以它跟一般的慈善不一样的啊，它从始到终都是善啊。所以总结啊它的理论呢，那这样我就把万法当中把它定位了，我的去受戒，在受戒当中得到作戒体呢是色法，因为我用善色善身两种色尘去得到的，得到一个无作戒体呢也是色法，因为它是无表色，名为假色，它有个防非止恶的功能啊。以后我可以去照做啊。好，那这个是十法中的理论，它的理论呢根据呢表现在这个例子上呢啊，这没有时间了，下一节课再谈了。它举出啊这个无色界
没有界，中阴身有这个业色，来证明说通通是色法啊，最主要是这样子。因为这里是跟我们人持戒的角度有关系啊，啊，那所以这个下一节课呢，再看，你看后面的那个35页，哎，不是33页，33页，啊。这个十法中呢，它最主要是身口到这个业体，到最后会感召一个善恶果报，最主要是什么？所以你要了解，因为这个理论呢，这个业体的理论呢，你在受戒持戒的角度也会不同啊。那这个他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的啊，这个呢下一节课再谈了。啊，先把它主要的总纲，它都是色法。为什么是色法？你要重视你的身口，你的身口一表现出来啊，你就会有业果产生了。所以，这个经论还有戒体啊，都在告诉我们，你一动身口啊，你就会有一个业性，有违法的业性。那你应该要产生善的业性比较好。你不要有恶的业性，而且你要留下啊这个恒常的业性，你要有受戒。你如果没有受戒，那它就不恒常了啊，它只是一个慈善而已。那所以这边呢，这个下一节课再谈这个五色戒啊，跟中阴身的问题啊，所以十法中呢，他从这边去推论啊，而且他对意业啊，啊对意业呢，他比较没有那么重视，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角度啊，就是一个也可以讲是一个入手的角度啦。就是你刚开始起修的一个入手角度，当然是先重视身口啊，意业呢是很维系的，那当然没办法一下重视了，那所以它这个是一个下手的一个方便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先到上这边，向下无常，未来日回向。